有人全脸贴水钻，有人全脸贴假眼睛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全脸贴假睫毛？你吗？常常很多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你化妆不放假睫毛，也不擦假睫毛膏？原因很简单呢，因为我会搞砸。所以为了练习我贴假睫毛的功力呢，我今天就要做这个挑战。这边有十盒假睫毛，每一盒里面都有十对。这个是我在淘宝上面买的，虽然它上面写台湾制造，但是在淘宝上面买。这个真的非常非常便宜，大概人民币四块钱一盒吧。所以我买十盒就只要40块人民币，就大概是马币30多块吧。虽然是很便宜，但是也不能这样挥霍啦，我知道。但是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件事情，没有办法克制我的欲望。我也是挣扎了很久的，好吗？大概3秒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睫毛胶，怎么是开叉的啊？这样可以用吗 ？OK， 我们要先贴我们第一副假睫毛，旁边也太长了吧？是不是要剪掉？这样，那我不是要剪100副 ？OK， 涂上去之后，等它干嘛？这是左眼还是右眼？随便了。这要怎么贴啊？贴上去。这也太难贴了吧？随便了，我相信我们会熟能生巧的。我觉得比另外一边贴的好很多啦。我还有99对。这下睫毛贴的蛮好的，我觉得它底部的那个梗很细，所以要塑形其实还蛮简单的。可以让它躺下吗？我有点看不到镜头了。OK， 看起来非常的非常。我来贴个双层假睫毛好了。OK， 给我一点位置啊、哦！结果，睫毛完我眼睛眨眨。双层下睫毛。啊，涂太多了！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防重。为什么防重要骄傲？借过，我有预感，今天会完成一个伟大的艺术。我已经不管睫毛是在上面还是下面了，反正一团黑，你们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小心把心里话讲出来了。我觉得我有点像黑天鹅。啊，坏掉了。没关系，这样遮起来就好。这边有个洞 ，shit。OK， 我这边目前用了一盒，眼睛这部分是10对，然后我还有9盒。OK， 继续往外贴，粘上去，有点痒。这个会粘到我的头发吧 ？OK， 这是第二盒，进展好像开始没有这么大了。还有8盒。OK， 巧夺天工哎，做出一个弧形，额头上的最后一个。OK， 有点歪，这边还有一个洞。其实看起来蛮美的嘛。怎么感觉有一种好像中东的神秘感？是第3盒，半张脸只用了3盒哎，那我还剩下7盒怎么办？鼻子的转弯处有点难贴。OK， 天啊，我拍了几个小时啊，我快疯了，整个房间都是胶水的味道，我要中毒了。身为一个专业的美妆教主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Oh my god， 它的弧度是刚刚好的 ，so 非常。OK， 第4盒，我应该直接把胶水涂满整个脸，然后再把睫毛这样子拍上去。我为什么要一个一个粘呢？我觉得现在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我的相机上面沾到了睫毛胶。虽然是我懒惰把我的手指清干净了。
我觉得我好像在摸一只星星的感觉。你笑什么啊？就算我是星星，也是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好不好？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好痒啊！看不到这边吗 ？OK， 为什么到鼻子以上的时候还蛮漂亮的，可是这边一贴起来就，我不能笑得太用力，整个脸都好刺啊 ！OK， 第五盒用完了，我还有五盒哎，我的脸已经差不多啦，我觉得大概六盒就可以弄满我整个脸了。第六盒啊。OK， 我的脸满了，我还有四盒加这么多。OK， 我们至少要把这一盒里面的用光。我再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加的，还有七支。OK， 有一点歪啊，没关系，反正整个脸都是歪的。还有三对鼻子这边，哦，好痒哦，哦，靠，也太痒了哦。OK， 完美。嘴唇也要吗？的嘴唇。Oh my god！ 只有我觉得这个嘴唇很厉害吗？好像吃到毛了，怎么办？盒子里面还有一个哎，那贴在哪里啊？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贴了耶？我知道要贴哪里了。Holy shit！ Oh my god！ 虽然没有用到100对假睫毛，有点失望，可能是我的脸太小了吧。感觉像在摸一只半年没有洗澡的流浪猫。我现在好有成就感哦！我觉得我完成了美妆界的一个壮举。我把我妈妈叫进来看一下好了。Hello， 妈。Hello。 你在楼下？在。你来我房间一下。干嘛？我给你看东西。看什么东西？你来。我妈妈要来了。开门。哎呀！你看得出是什么东西吗？眉毛粘的。睫毛。不这样的睫毛。假睫毛。你要摸一下吗？嗯。我花了3个小时在这边，好像什么星星。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头发放下来啊？ Beautiful。 好，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按一个赞。如果还没订阅阿尼玛的话，请按订阅，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。哎，在这里吗？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资讯哦。然后把这影片分享给所有你不会贴假睫毛的朋友，好像也没用哎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。哦，哦 ，Oh my god， 哦 ，Oh my god。就是美妆界现在最流行的粉扑。哦吼哦吼哦吼。